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知名记者罗马洛报道，尽管遭遇伤病潮，但皇马不考虑在冬窗进行隐瞒。皇马目前一共有9名球员有伤在身，其中艾杜亚杜卡马云加和云尼斯奥斯祖利亚都是在近期的国际比赛中受伤，可能会长期缺阵。不过知名记者罗马洛表示，尽管队内有几多名球员受伤，皇马都不考虑在冬窗的时候进行隐瞒。在云尼斯奥斯祖利亚受伤的情况下，皇马目前前锋线只有洛迪高高斯、祖斯鲁马图和巴谦迪亚斯三名攻击手。多谢收听，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段。立即下载 M 直播，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球。